会儿我会把模板发你邮箱啊，这个不着急啊，明天给我就行了。明天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没事。我先下班了，拜拜。白小杨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柠檬姐还没走呢，你也太努力了吧？你不也还没走？你是自愿的，我可是被迫的，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享受这种罪。辛苦你了。那我继续了啊，嗯，加油，你也加油。你再跟唐中啊确认一下样品出来的时间，提前联系好英石资本的石总。还有，麒麟送过来的资料还需要调整，进货样板、备货成本的预算要更加详细。再有，明天下午3点我有自己的安排，把我跟银行的会议改到后天上午10点。陆总，第二点是什么？如果你用不了笔记本，就去给我找个笔记本过来。什么意思啊？笔记本电脑。哦，嗯。算了，我微信发给你。谢谢陆总，陆总再见。陆总，我就随便扫了一眼，就已经看到有错误的地方。你怎么换了一个部门，智力也跟着下降了？我正要改呢。邱俊林就跟你安排这种活啊？我怎么觉得你是换了一个地方，继续做你的秘书？那不一样的，目的地不同，就算前面会走一段相同的路，到最后还是会不同的。好啊，那你慢慢走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有57天。陆总，再见。